来看到艺人隋棠呢，感情世界是备受关注，现在又传出跟温升豪因为拍戏擦出爱的火花，他有最新回应，一块来看，交给记者张静婷。好的，才刚与姚元浩传出情变的艺人隋棠，现在又传出常与他一起合作的男艺人温升豪，在情变的这段期间有传简讯关心隋棠过得好不好，引起外界揣测。温升豪与温升豪的绯闻呢，是不是又再度浮上台面？我们来听听稍早隋棠的访问。我没有，其实没有什么，一向都没有什么条件，我只希望就是非诚勿扰喽。谢谢大家。最近温升豪是不是有跟你电话联络啊？升豪，温升豪。比较少哎。他有没有打电话安慰你？我身边每一个朋友都有鼓励我。跟你说些什么？只是叮咛我要多吃一点，因为大家都觉得我变瘦了。好的，可以听到呢，隋棠面对记者的提问是很巧妙的避开了与温升豪相关的话题，似乎就是对绯闻不愿意正面回应。今天出席代言活动呢，看起来心情也是相当不错，对于接下来的感情状态是希望顺其自然就好。以上就是目前现场的最新状况，主播。好的，谢谢静婷。看到艺人隋棠出席活动，和温升豪是不是传出了绯闻？他说大家都是好朋友，只是嘘寒问暖。